洲舞王罗志祥暌违三年终于四度公诞，这次特别砸重金打造全新舞台机关，要让3万名粉丝嗨爆全场。全世界不别离的梦，寂寞的牢笼啊，管不住无所谓的自由。嘿嘿嘿，沉睡的身体剧情，盼我呼吸呼吸，就为你震动。全年无数热情供应，永不向你致敬。29号邀请到徐若瑄担任特别嘉宾，徐若瑄以一袭红色洋装出场，与小猪合唱《恋爱达人》，让台下粉丝也觉得想恋爱了。欢迎徐若瑄。30号则是邀请到小 S 合唱《爱情恰恰》，小 S 的脱序演出让全场笑翻，也让小猪大叹真的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啊。CD 来 CD 啊！他虽然又帅又会唱歌又会跳舞又贵为巨星，可是却非常的小心眼。他既然为了我跟他前女友的一段对话，就跟我彻底的翻脸。那时候脸书被盗用，我当时看到那个脸书发出去的时候，我说谁呀？我脸书被盗用了。妈呀！怎么可以对小 S 说这种话呢？太不要脸！我贱，对不起。我就不想要你啊！因为你被我姐妹用过。I'm trying to fuck you, I'm trying to get you, 全天空
31号压轴请到了 Selina， 有别于前两场与徐若瑄和小 S 的互动， Selina 只限舞不限身，让台下粉丝觉得小有遗憾。不过小猪则说有和 Selina 特别讨论过，希望以很酷的方式收场。这样比较酷，你不觉得吗？可是我们很想看到你们聊天啊。不，因为如果你看到咚咚咚咚咚，然后下去了，垃圾。那小 S 唱那种歌，我们唱那个爱情一恰恰，唱完之后，聊天那个 talking 是合理的。那咚咚咚咚完之后下去，那个就是酷到底。多久以前决定要邀请他？差不多在我怀孕10个月的时候，一个月前的时候，然后他也是很快的答应了，因为他那时候有点肉。他有说他要为了这一次演唱会，然后要特地的减肥下来。